你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者，但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教导者。不许说我爷爷画画。现在呢，学校的舆论分为两派，一派说是学长辣手摧花虐待学妹，另外一派说是你不知廉耻，勾引带坏魏楚学长。谁不知廉耻了？他们是颠倒黑白，不要脸！你什么时候和月山扯上关系了？月山，我跟他就普通朋友啊。那肯定是有谁在背后故意造谣诋毁你吧？你看，给你精选几条评论啊，惨不忍睹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水性杨花的女人，真是厚颜无耻，劈腿成性。你上次的伤怎么样了？跑这么快来找我，这么想见我？你干嘛？飘飘，他是谁啊？这他是。全国武道大会就要开始了，我希望你可以参加。武道大会？嗯。饿了吗？走，我们去吃饭吧。